看一个五点十七分的一个梦啊。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小伙子，一个记者，放了一张，路边放了一张桌子，好像摆摊子的，在那边就他一个人在那边，也没人他们的，说话聊天的，和他在那边。后来我就过去了，准备了两本书给他。一个林立学到美国，另外一个林立学林立水，拿了两本书，准备过去了。到了那边以后呢，后来又转到我其他事了，就书放在那边以后还没来得及书放在办其他事情去。再转回来呢，我同他聊天，他呢喜欢拉广告之类的，我呢同他聊聊天，我说你现在好多那个病呢、啊。医院里治不好的病呢、啊，实际上90%以上应该可以治好的。然后呢，我告诉他那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灵魂附体了，我们那个眼睛看不见。然后呢，我告诉他为什么还不敢说100%呢？我说因为那个别人的因果啊，有的是太严重的那种啊，救不过来了啊。我就同他讲这个事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然后。我就把那个想把书拿给他，哎，一张那书找不见了，做了这么一个梦。哦，我看到天上一个仙女啊，在一团云上下来了，也是圆圆脸的啊、一个仙女啊，在云上，怎么下来了啊？下来了啊！从面部啊，面部表情来看呢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啊。面部表情来看呢，比较陌生，比较陌生。然后反正他就呜啊，突然冒出来一个词叫“三打白骨精”了，三打白骨精啊，三打白骨精。三打白骨精，现在这么漂亮的仙女啊，如果来到人间的话，人家要么当白骨精对待啊，要么当那个透，或者贱女对待，不会往仙这上面去想啊，不会往仙这上面去想，因为。人家最近几年的宣传，宣传的把人家的那个，应该写的洗脑洗的，把脑子洗坏了啊，把脑子洗坏了，把那个只要是，看到他不是期望的人或者那个事啊，连忙往坏人的方向去想啊。然后这个时刻，那个仙女，在天上，下来，现在那眼看着要到那个快要到地面了，快要到地面的时刻，看到有个人，摔倒在地上，地球上的啊，摔倒在地上，也没人敢扶啊，没有人敢扶之外，也没有人可以去救我啊。看到这一幕以后，那个神仙呢，陈大云呢，倒退回去要向天庭报告啊，他看到了这一幕，也就是说，神仙到地球上来的话，他感觉很危险啊，这样的感觉很危险，万一。出了意外的话是没人救的啊，没人救的，所以呢，要么就是布置点人，去救援，要么就是要，采取另外的措施啊，这么一听一个，后来他们想到了，应该再放一批那个天庭造的变形金刚，再放到地球上去啊。再放到地球上去，万一那个仙类的啊，
不小心出了一点什么意外，没人救治，救治的情况之下，没人救治的情况之下，那么有那个牵连到的那个变形金刚啊，啊，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啊，说的是变形金刚啊，在房间那个变形金刚下来救援他们啊，就类似于以前，有15600个。被原子弹爆炸的时候，损伤的那个，潜艇的那个变形金刚差不多啊、哦，这个事情呢，因为释放下来一个就像一个自然安排下去的人啊，他们心里也没有刻意想到，想这些人在哪里，反正后来好像也不见了啊、好像也不见了啊、好像也不见了。当然最近他们隐隐约听说了，是受了原子弹爆炸以后受了损伤，受了损伤以后呢，他们已经，很多都失去功能了啊、而且也知道正在，向白宫讨债，所以呢，天庭呢，已经，大概知道这个情况，但是呢还没有明确的去确认这个事情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好像要把那个这几天，其他新的放一些，变形金刚下来的话，新的再放一批变形金刚下来的话，那他们就是说下去找找以前的变形金刚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任务啊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任务哦。原来前面我就讲那个书啊，梦里边梦到，书上讲到有90%的疾病，是灵魂附体引起的啊、现在发现变形金刚本身呢，天天变形金刚本身是被受了原子弹爆炸，一个引起的问题，这些变形金刚最后。从灵牌当中看，以前的灵牌当中看，他们的信息也会落到有些人的身上，也类似一个灵魂附体，说明这还是灵魂附体啊、还是灵魂附体啊、还是灵魂附体，好，明白了啊、明白了这个事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